Shalom，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静来，我是在美国纽约的新兴圣经神学院做老师的，已经做了12年。我教圣经还有圣经的原理，譬如那个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有亚兰文等等。我是一个韩国人，我的母语不是中文，所以你们会听到我的口音有一点怪怪的，我希望我们能够沟通得了。这次我要教的是在旧约圣经中一卷书叫西班牙书。这个西班牙书呢都会放在那个小先知书，英文说 minor prophets。 这个 minor 呢，英文的意思就是不是很重要的，小小的，小先知是一样的，小这个是一样的意思。其实小先知是不会不重要的，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内容，很多预言。所以我们虽然我们听到小先知书，而且大部分小先就是那个 chapter 那个章不是很多，可是里面不要忘记很多很多重要的内容。其中这个西班牙书，我很喜欢看这件书，很多人好像有一点害怕看这些小先知书，好像他们觉得不太理解。其实我们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们可以找得到很多重要的招新。所以我今天看这个西班牙，从西班牙书来学习神的话语。这个西班牙书呢，希伯来文的翻译是希伯来文的发音是兹番尼亚，兹番尼亚，兹番尼亚，兹番尼亚。这个单词里面有两个单词在里面，一个是兹番，兹番是藏起来的意思，你可以存藏有一些东西，甚至宝贵的东西也存藏，神的话你可以藏在你的心中，这些都是兹番的意思。另外兹番尼亚那个后面的亚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在希伯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耶和华，一个是亚威，或者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念，为什么呢？犹太人这两千多年来就是他们没有念这个专有名词给我们听的。另外一个是亚，一个是亚威，或者亚，第二个是亚，哈利路亚是你们要赞美亚耶和华的意思。这里兹番尼亚这个名字呢，这个西班牙这个的希伯来文的发音是耶和华藏起来，这样的意思。当然我们听到这个藏起来这个单词啊，兹番这个单词呢，到底这个名字呢为什么这样的呢？有什么原因去这样的名字呢？我们就是猜一猜，有一些可能性啊。什么可能性呢？如果我们看列王记下21章，往下21章16节，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马拿西他时代他杀了很多犹大人，这个是一个恶人，他杀了很多犹大人，是不是这个时代出生的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人这样猜。他杀很多人的时候，这个西番牙刚刚那个时代被出生了，被藏起来。我们都知道那个摩西呢，他出生的时候跟他的哥哥亚伦不一样，亚伦出生的时候没事很平安，那亚伦平平安安可以长大的，可是摩西比他小3岁而已。刚刚摩西出生的时候，埃及的法老王说在以色列中儿子出生你一定要杀他，你不能留给他活。这个是在摩西出生的，好可怜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父母把他藏起来3个月等等，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摩西时代也是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马拿西王他也杀了很多人，很可能他看到王族王的子孙，很可能杀了这些人的，我们不太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呢，比马拿西时代还早，大概100年之前呢，犹大一个王亚哈薛他死了，然后呢他的母亲亚塔利亚这个母亲呢，这个犹大王亚哈薛的母亲亚塔利亚是亚哈的那个以色列王那个恶人那个亚哈的女儿。这个女生嫁给犹大王，然后他看到他的儿子犹大王死了之后呢，他自己杀了所有的王孙，然后他自己做王6年多。这样事情也曾经发生过，所以呢，那个时代那个已经死的那个王的妹妹或者姐姐，她的 sister 了，我们不太知道到底是她的姐姐或者妹妹，看起来好像是姐姐，中文圣经说妹妹，她
像一个小的婴儿的一个王者把他藏起来，有这样的事情。孩子就是约阿斯，这样事情呢会我们会看到的，可是其实我们不太知道这西班牙呢这一些一种这类的事情来有人把它藏起来呢，我们就不知道，对，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反正他的名字呢斯番亚就是耶和华藏起来，这样的意思。这个扎范这个藏起来这个单词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地方呢很重要的很好的意义。比如说诗篇119篇11-13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好，一直到十三节，很美很美。我给你们念那个希伯文给你们听，你们听一下好吗？希伯文听起来如何好吗？诗篇119篇11-13节 Belibi zafanti imrateha lemaan lo ehetar lach baruch ata adonai lamdeni hukeha bisfatai siparti kol mishpete fiha。 这是诗篇119篇11-13节。这里有没有听到 zaf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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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藏起来，我藏起来，我藏在心里呢。Belibi 是在心里的意思。在以色列，我在以色列读书的时候啊，那边现在信耶稣犹太人越来越增加，那是大概25多年前了。那是信耶稣犹太人不是很多，我在信耶稣犹太人他们的教会聚会啊。我们继续下去，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好吗？那个西番雅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请。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亚。如果我们大概看整个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我们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跟历史有关系的资料非常非常多，年代的资料啊，什么王的事情啊，很多历史的东西。当然旧约圣经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新约圣经我们主耶稣还有使徒们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他们做的，他们遭遇的很多历史有关的内容非常的非常多。大概19世纪之后，19世纪开始，有一些人啊，他们开始批评圣经，他们在圣经里面尽量跟历史有关系的部分呢都就是拿出来，他们说这个没有什么可靠性，开始慢慢开始攻击神的话语了。结果呢很多人受影响，然后他们说圣经里面没有什么真正历史的东西，他们这个错误很大。我可以说我们基督教这个信仰的这个真理呢，把历史的东西拿出来，这是没有什么基督教的。对，比如说耶稣死了，耶稣复活了，这是真正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若我们说那个不是，那个是一个故事而已，如果有人这样想，这个基督教信仰已经没有了。基督教信仰里面历史的部分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大卫啊、所罗门、亚伯兰、挪亚什么都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这个历史。我们今天稍微看这个第一章一节里面的那个西番雅书的背景啊，这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一节提到好多名字啊。平常圣经的作者们他们介绍自己的时候啊，如果他没有介绍他的爸爸，就介绍自己，我们可以说这个人不是很出名的，我们不太认识他的爸爸，你提他的爸爸的名字没有什么用，所以他不会提他的爸爸的名字。可是有些人提很多名字，他的爸爸、他的那个爷爷等等一直上去，这样的人可以说很出名。比如说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还有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可以发现耶稣的家谱很长很长，路加福音耶稣家谱呢一直到推到那个神，然后呢那个马太福音也是蛮长的。如果你在旧约圣经看那个以斯拉，这个人的家谱是蛮长的，可以说他是非常出名的一个人。可是在圣经里面先知书里面有些没有什么介绍，那这个西番雅呢，我们看他介绍好几代，
这里有他的爸爸，还有他的祖父等等，还有商榷。对，这里提到他是谁的后裔呢？这里说西西家的先孙，西西家的先孙。对，然后呢，西西家接下来亚玛利亚，这个我们不太知道的名字，然后基大利，然后呢，古士的儿子西法尼亚，这样他一上有四代提出来那个四代名字。但我们认为这个西西家这个人到底是谁啊？如果这个人西法尼亚他介绍自己的祖先这么长，四个人的名字，应该就是西西家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位犹大王，蛮出名的一个王。所以这个人西法尼亚是应该是王的后裔，他是一个王孙，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确定的。因为不会，你不是人家不认识你的祖先，为什么要提他们的名字呢？所以这个人的祖先，这个西西家应该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犹大王，非常出名的犹大王。这样呢，我们知道这个西法尼亚这位先知呢是一个王孙，在先知们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另外的一位，他也应该是王孙的，他是谁呢？就是以赛亚。以赛亚呢，他常常接触王，好像在王宫里面上班，他常常有机会跟王在一起。我们认为那个以赛亚他不是祭司，他应该是一个王孙。所以西法尼亚啦，还有以赛亚这两个先知呢，我们几乎确定他们就是王孙的了。现在我们看这个西西家王，因为这个是西法尼亚的祖先，这位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犹大王。为什么说重要呢？你看圣经，如果对这个人的记录有不同的地方很多，我们这个证明他是很重要的人啊。西西家这位呢，往下十八到二十章，你看十八、十九、二十章，还有以赛亚书，还有以赛亚书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你看三十六、七、八、九、四章啊。然后呢，历代之下三十二章，都介绍他。这西西家王是蛮出名的。这位西西家王是主前七百二十九年到六百九十九年，主前七百二十九到六百九十九年，一共你可以叫十四、十五、二十九年做王的，二十五岁开始，二十九年，所以五十四岁离开世界的。对这个西西家的年代呢，很多时候有问题，更正确的那个年代。七百二十九年到六百九十九年，西西家做王。西西家二十五岁做王，然后他做王六年，第六年的时候，应该也是主前七百二十三年，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所以他遇到、他经历到北国以色列的他的同胞，另外的那个一半的国家的灭亡。然后呢，西西家王十四年，这个年代非常重要的，很多那个书呢有错误。西西家十四年是主前七百一十五年，你看，如果他第六年就是七百二十三年以色列灭亡的话，他十四年是主前七百一十五年了、啊，这个年代很多错误的，对，七百一十五年才对的。西西家十四年到底为什么这个年代很重要呢？他做王十四年，他二十五岁开始十四年，现在三十九岁了，三十九岁一个中年的年龄。他这个中年的年龄已经大概八年之前，北国以色列灭亡了。那这个亚述慢慢往南开始占领犹大的很多地方。其实西西家时代可以说，除了耶路撒冷以外，其他犹大很多城已经被占领了，被亚述占领了。所以这个国家很大的危机。那这个亚述军队大军呢，在耶路撒冷的门口开始围城，然后开始要快要攻击他。这个是很大的危机，那是西西家才三十九岁，可怜。对，西西家当然跟以赛亚啦，有一些重要的大臣跟他们一起开会啊，还有祷告啊等等，他也是靠主，依靠主，托靠神，神还是帮助他，神借着天使来处理这个亚述军队，就是他三十九岁，西西家十四年发生的事情。若你继续看这些经，我刚才提到的往下十八到二十章，以赛亚三十六到三十九章，你会看到那个他三十九岁的时候，就是主前七百一十五年，西西家做王十四年那一年，应该是同一年，他有另外的问题，另外的危机。是什么危机呢？
这位西西长呢生病了，生病了，今天我们可以说癌症这一类的 cancer。那神接着以赛亚说啊，西西长你快要离开世界了，你就是整理整理好吗？你准备离开世界了。哎呀，西西长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呢，他就是流泪祷告，上帝要救我，上帝要救我，医治我。神怜悯他，还是医治他，让延长他的寿命十五年，给他延长他的寿命十五年。所以西西杂一共本来是这个十四年，还有十五年，29年做王的。他25岁开始，29年做王，一共54岁到54岁，这都是他30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神这个处理这个亚述军队的问题，还有医治他的病，所以他这是他非常蒙恩的一个人，神非常恩待他的。我们知道另外一件事情，西西在39岁的时候啊，若不是剩另外的一个资料叫那个约瑟夫 Josephus， 如果我们看他的时候，我们会知道那个应该是对的了。他39岁，就是做王14年那一年，这个两个危机那一年，他没有儿子的，还没有儿子。其实我们从圣经可以知道的，怎么知道呢？西西家死了，他你看25岁，29年啊，54岁，他离开世界的时候，这半年他的这半年继续做王的是一个年轻的孩子，他的儿子，那叫马拿西，这马拿西才十二岁。你看12岁的孩子，这个证明什么呢？西西家生这个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神医治他之后过了3年才生这个孩子的。所以我们知道西西家39岁这个大危机的时候没有王子，约瑟夫说只有工作而已。所以神其实对这个人很大的恩典，就是非常恩待他。西西仔是非常虔诚的一个人，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一个人，在他的身上他发生很多事情，他也经历很多的事情。这么好的王，我们不知道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他神医治他之后呢，还延长他的寿命15年的嘛。这十五年来，这个刚开始过了1年2年，他的太太怀孕了，应该是他也很高兴，他的太太很高兴，整个老百姓很高兴，而且西西家这方很成功，很多那个国家里面的贵族支持他，给他钱啊，他做一个很富有的王，一个了不起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王，神非常恩待他。然后呢，神一病医治他的病之后呢，过了3年，就是他生这个马拿西的嘛，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做了王55年，12岁开始55年，一共67岁，一直到67岁。整个犹大王里面，这个马拿西西西的儿子是最坏人，最坏人。圣经说犹大为什么灭亡，就是这个人的关系。西西家这么好，这个儿子这么坏，我不太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到底是谁的问题，我不知道。西西家是非常虔诚的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可是他的儿子坏的无比。经过马拿西，这个人杀了很多人，还有拜偶像，好厉害。他也当了一段时间有悔改。经过马拿西之后呢，马拿西死了，他的儿子是亚扪，他主前644年到642年，2年做王，很短的时间。那亚扪之后呢，那个又出名的王出现了。西西家的曾孙嘛，那个孙子的儿子，那个约西亚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另外的王，西西家约西亚，那个是大卫所罗门之后是蛮出名的犹大的王。我们现在这个西番牙书呢，现在西番牙的那个活动呢，这里说什么时代呢？就是约西亚时代，约西亚在位的时候，他做王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西番牙书的背景了。若这个领袖国家领袖这么好，我们可以想想，应该是老百姓是应该不错的，对。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在先知书当中有一些那个约西亚时代的那个先知们，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也坏得不得了。其实这个领袖非常好的，约西亚是很年轻，而且很敬畏神，他爱神。可是那个时代老百姓已经坏得不得了，
已经那个马拿西时代已经受影响的，所以有的是不好的影响呢，会很长的时间还继续下去。我们的西班牙书是约西亚时代，你看约西亚是现在王，西班牙是应该是一个王族，他也是一个王孙，神接着西班牙告诉那个时代的老百姓犹太人，这就是我们的西班牙书了。我们再念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好吗？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示的儿子西番雅。我相信我们的上帝有聪明智慧，他要派谁、什么时候派什么人，他有聪明智慧。很可能这个时代西番雅这位先知是蛮合适的一个人，那他现在要警告犹大。西班牙书的主要的那个预言的内容不是外邦世界，不像那个俄巴底亚警告这个以东，不像拿红，拿红是警告那个尼尼微的嘛。西班牙书主要的那个预言的对象是犹大，犹大。当然这里也提到那个有一些周围的有一些外邦国家，可是主要的呢，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还是会警告自己的百姓。约西亚王，我再说这么好，还是那个时代的老百姓坏得不得了，所以还是要警告他们。警告他们的时候啊，在先知书里面，特别这个小先知书里面，有一个那个表达一个形容的一个偏离出现的蛮多的，那个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当然，今日很多现代的英文圣经已经不用那个耶和华或者耶和华，他们用 the Lord。The day of the Lord， 主的日子。西班牙书里面提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好多地方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先看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这里提到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希伯来的单词不是很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希伯来圣经的时候啊。一个单词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小心，比如说，白天跟日，一天的那个日，希伯来里面用一个字，24小时的日，白天的那个天，白天也是只有希伯来一个字，所以有些人会误会。然后呢，地，我发现在希伯来圣经里面这个地呢，有好多意思。今日很可能现代的人看这个单词，很可以想到那个地球 ，the earth， 英文的翻译也是好多地方 the earth。可是我看西方圣经，其实有的时候不太确定，这个真的是整个地球呢，还是那地？前面有冠词，那地很多词，那地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的意思。不要忘记，圣经特别旧约圣经呢。这个圣经是在以色列发生的事情，或者在犹太人身上，过去以色列人身上发生的事情。那他们主要的地方就是他们住的地方，或者跟他们有关系的地方，就是以色列地。所以他们很自然说，那地就是以色列地的意思。现代希伯来文那个那地，他们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也是以色列的意思。我们用现代希伯来文沟通的时候啊，你是从哪里来的？我是从那地来的。这个意思就是以色列的意思，你住在哪里？我在那地。好像中国人说你是从哪里来，我是从国内来的，那个国中国嘛，不是美国，不是法国，不是另外的国。这样的用法呢，在希伯来里面也有出现。所以呢，第一章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这个有两个可能性，我们现在不要做决定。可是我只有说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什么？这里的地呢？很可能是以色列地，很可能是以色列地，很可能是那个全世界。可是我要告诉你，这里的地呢，很可能是阿达玛，阿达玛，阿达玛是那个土的意思，土地。这里为什么用阿达玛？很可能这里的阿达玛加了一个冠词，这个是它翻成地嘛。这个很可能是不是单单以色列，这是包括。不同的地方，因为西班牙书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呢，影响到全世界的。这个不是单单影响到以色列地的，耶和华的日子的范围呢很大。所以，我们
这里还有不同的单词，当然那个也不知道到底是以色列的还是全世界，可是看看相消来，我们可以说这个地呢，这里的地呢，可以说全世界，这样的翻译我不反对的。我必从地上出灭万类，你看神有计划，神要审判全世界的，神要审判万类。我们看第三节好吗？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继续提到这个审判的事情。耶和华的日子呢，我们在西番雅书里会继续看，耶和华的日子是主要是审判的，可是另外一件事情在耶和华的日子，我们慢慢说好吗？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神要审判全世界，人一定会受审判的，可是除了人以外，这些动物，那个飞鸟啊，还有鱼啊，什么都审判，这些都是审判的对象。我看西方圣经这里有一句话是我们翻译对不对有一点不清楚的，如果你看查看不同的英文啊或者其他言语的翻译，你会发现这里呢以及绊脚石和恶人，这一句话呢不知道怎么翻译比较合适，不好翻译，而且这个西方的意思呢在这个乡校里面有一点不清楚，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这样翻译很可能和本这个对，很可能不对，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反正这个西方不好翻译。这里又出现从地上剪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出，又提到中文里面这里又提到地啊，这个地呢也是跟第二节一样的。本来是红色的意思，就是土地。第二节的地，第三节的地呢，两个地呢，我的解释应该是可以包括全世界的，这里是没问题。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呢，影响到全世界。神借着先知们一直说，有一天是耶和华的日子，对，耶和华的日子。我们要注意听，神这样定下来，神这样接着先知们很早以前告诉我们，有一天是耶和华的日子，在新约圣经里面是主的日子。主要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呢，主要是跟审判有关系的，他要审判人，地上的所有的万类，他要审判一切的那个生物或者动物，这些都是审判的对象。特别他说第三节，这是耶和华说的，对，在先知书里面这一句话出现蛮多。当我们听的时候，接着一个人一个先知，这里是西番雅的括我来听的，可是耶和华说得很清楚，这是耶和华说的，不是西番雅的话。真的，我们做传道人的或者造圣经的人，很可能你自己研究研究，很可能你自己祷告，然后准备信息啊，或者准备有一些教材啊，那你自己这样我也有的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个是我自己的呢。当然我们希望把神要的东西，神说的话尽量按照他所要的内容来，就是讲出去。可是我承认我们软弱的人嘛，我们就是有的是用人的眼里来，可以很可能会讲我们自己的有一些不对的，这个可能性其实蛮大。所以做圣经老师对这些人的审判好严重的，所以这方面就是巴不得神就是帮助我，不让我讲就是我自己所想的事情，错的事情。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西方人从耶和华，因为他看到听到很清楚的嘛，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节是耶和华说，我们看第四节，第一章四节好吗？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第四节我们听到这里呢，犹大我说这个西番雅书的预言的主要的对象不是外邦人，就是神所拣选的犹大耶胡大，西班牙耶胡大，犹大。神对犹大有计划。你看刚才我们第二节第三节我们简单分析这个地嘛，或者地上这个地呢，我说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以色列地，另外一个是全世界。看到第四节好像是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呢只有影响到犹大地，就是以色列地，可是我已经解释了第二节第三节的应该是
全球、全世界来理解，这样理解比较合适。可是我们第四节看到神怎么说呢？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啊！神要审判的对象，其中不要忘记神所捐献的人，神所捐献的民族也是神要审判他们。当然，审判有不同的意义。今日我们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你做基督徒，你信耶稣，你受洗，你受洗之后呢，你不要误会，我受洗了，神绝对不会审判我，神会审判所有的人，神会审判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对，这里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这个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犹大的首都，在整个以色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在那边有圣殿，在那边有祭司们，在那边常常有献祭，那边的居民都是要受审判的对象。那也必从这个地方拣出，现在这里拣出，神要从这个犹大，这个耶路撒冷，神所捐献的地方，从这个地方他要拣出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里怎么说呢？说剩下的巴黎，这里很有意思，这里剩下的，不要忘记这个时代是什么王的时代呢？就是约西亚的时代，这个这么近虔诚的王，这么好的王，他的时代，其实他也改革宗教了，他也非常追求神了，他也推动这个真理，让很多老百姓来就是接受这个拜耶和华的事情，那他就是删除很多那个拜偶像的事情。所以剩下的巴黎，我们都知道这巴黎神是什么，过去惊动在圣经里面的以色列犹大时代那个地方惊动，那个地方今天说我们中东嘛，惊动 nearest 那个地方，好像最很多人最希望的神就是巴黎神。巴黎的希伯来的翻译是巴二，巴二，巴二是丈夫、先生、主人这样的意思。如果说我的巴二，希伯来是巴二利，巴二利。在何西亚书神很有意思，因为那个时代很多人是巴利巴利，我的巴二，我的巴二，我的巴利，我的巴利，神非常不喜欢听这一句话。其实这个巴二这个单词呢，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丈夫的意思嘛，或者主人的意思。所以以色列人向神说，神啊，你是我的巴二，我的丈夫，我的主人，巴二利，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这个名字刚好跟那个偶像的名字一样，所以神非常不想听这个名字。所以和希伯来书里面他怎么说，以实，你们要称我以实，以实也是我的丈夫的意思，以实，同样的意思。可是因为这个巴黎这个名字呢，用到那个另外的偶像，偶像不是另外的偶像，所以神不想听这个名字。现在神要那个拣出的对象，第一个是怎么剩下的巴黎，然后呢中文和本继续怎么说呢，并且并基马林的名和祭司。哎呀好可惜，翻译的人啊没有这个翻出来这个基马林，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中文啊，这个是从希伯来的拼音，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单词的意思的。我说我到了和本为什么没有翻译这个单词，我觉得太可惜了。这个基马林，我要看在什么地方，就像我要告诉大家，希伯来文在第一章西番雅书第一章第四节里面有冠词定冠词。这个呢我知道现代希伯来文，现代希伯来文 comer 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从圣经来的。现代希伯来文里面 comer 是拜偶像的，就是拜其他宗教的，其他宗教的那个圣职人员就是 comer。 这些他们称呼，因为犹太人不喜欢基督教嘛，所以牧师什么神父他们都称呼 comer， 他们都称呼 comer。 他们自己的祭司呢，希伯来圣经里面出现非常多，那个叫 Kohen， 有一些犹太人的名字他们的 family name 是 Kohen， 就是 Kohen 祭司的意思。这里呢西番雅书第一章世界里面这个基马林和我们没有翻译，这个基马林的基马林就是 Kohen， 就是拜偶像的祭司的意思。然后呢第二个祭司呢，这就是他们的 Kohen 就是了，当然这里有复数和 Kohanim。 那这两个呢，拜偶像的或者自己说拜耶和华的，无论什么人都有罪，所以神要
这些都要那个讲出这样的意思。我再说那个基马林，这里和本的基马林应该要翻出来的。这个西方是什么意思呢？拜偶像的这样的祭司们，然后第二个祭司呢，应该是以色列的祭司，可是他们也有问题，虽然他们是在圣殿上班的，还是有问题。这个第一个库梅尔，这个拜偶像的祭司呢，在整个西方圣经里面出现三次，第一次在这里，一次在这里，西番雅书第一章四节，另外两处呢，往下23章第五节，我们看那边那个经文好不好？可以知道那个中文怎么翻译好吗？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看这里赫本翻译的非常好啊，就往下23章第五节呢，拜偶像的祭司，他们这样翻出来不错的，这个是才对的。和西亚书第十章第五节，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雅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这是喜爱牛犊的祭司，这就是科马林，这些拜偶像的祭司们，两个地方都翻出来了，是这样应该这样才对的。但是好可惜，西番雅是第一章四节没有翻出来，基马人没人听懂，没人看懂啊。我继续讲，现代西方里面，其实我们用现代西方人来基督徒跟犹太人不信耶稣犹太人沟通的时候啊，有一些单词，有一些 term 是很敏感的。我过去在住在以色列的时候，跟他们讲用西方人来沟通的时候，我根本不要说基督徒的牧师或者天主教的神父是 Komer， 那他们都用 Komer。那我知道这个单词西方圣经里面是拜偶像的祭司。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知道的话，不应该用这样的。第四节呢，神说我要伸手要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我要攻击什么人呢？他是一切的居民。你看这个这么好的王约西亚王是在耶路撒冷的老百姓有很大的问题，所以神要攻击他们。神要攻击的对象还有什么呢？这个巴利，这个偶像，还有拜偶像的祭司们，甚至呢在圣殿里面做事的那个祭司们，他们也不一定好。这两个祭司，两种祭司都不好。这是耶和华的日子。我再说耶和华的日子呢，会影响到全世界的。可是从哪里开始呢？从神所拣选的那个民族那个地方开始的，从圣殿开始的。第五节好吗？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五节，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这个要花时间说明的。第五节呢，第一章第五节呢，慢慢来。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上的，我们都知道天上万上是西方里面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当然在这里呢很可能应该是那个星星啊、月亮、太阳，不是那个天使，有的是有天使的意思，这里不应该是天使吧。有些人是拜这些东西的，太阳，哎呀不得了，拜他，还有什么月亮，我拜他，这样等等。很多人就是过去一直到今日，很多人会拜这些的，天上万上的。然后呢，敬拜耶和华，这不好吗？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这不好吗？问题不是在这，不是很简单。有些人还是他们说我是敬拜耶和华的。他用耶和华的名字来起誓，可是呢，怎么说？继续说，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我等一下解释这个马勒堪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吗？当然很简单说，这个马勒堪不是耶和华，这跟拜耶和华根本没有关系的。你可以说，很可能是一种偶像啊，不同的可能。我等一下再说。反正有一些人呢，他们说什么都拜。我拜耶和华，我拜这个佛教的什么了，什么都拜，他们觉得这样很舒服，很不错了。如果耶稣不听我的祷告，我没关系，我就是像那个在佛教的庙在那边祷告，很可能就是那个神会听我的祷告。有些人有这样的概念，宗教都是一起来呀，不要排斥啊，你们不要排斥我们的宗教，我也不会排斥你的宗教，我们一起来啊，我们就是和好，不好吗？
那这有一些人是这样的，神非常不高兴这样的，一边拜偶像或者其他宗教，另外一边拜耶稣，神不喜欢的。第一章第五节里面，这里中文的翻译是马勒堪，我用希伯来来念好吗？前面有一个介词，一个 preposition， 它是 be， 然后呢，接下来 malcom 是希伯来的发音 ，malcom 里面很可能有两个单词在里面，最后的 am 就是他们的，男生的他们的 ，melek 就是王的意思。大概主前三世纪到二世纪呢，犹太人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在埃及的一个大城，在那边为自己的需要，因着他们的需要，他们把希伯来的旧约圣经翻成希腊文呢，就叫71本 The Septuagint。这个 Septuagint 这71本呢，对我们接近的人有很大的帮助，非常重要的一个版本，一个 translation。71本里面，我看那个查看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会发现他们怎么翻译这个 be Malcom， 中文没有什么翻译。他说指着马勒堪，这是中文的翻译，他就是直接拼音来处理的。可是这个希腊文圣经呢，他怎么翻译呢？希腊文怎么说呢 ？Kata du Vasileos Afton，Kata du Vasileos Afton， 这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他们的王，王是这里是单数，这个呢其实跟希伯来完全一样的，这个 be malcom， 如果你要你接受这个 melek 中间的 malcom 的那个 melek 是王的意思，如果你接受这个是王的话，按照他们的王或者指着他们的王来启示的意思，这个希伯来不是很难的。所以我说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五节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让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启示，让又指着他们的王启示的。这个是其实很顺的，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呢，很多翻译的人，就是这个时代翻译的，翻成英文啊，其他言语中文啊，他们好像在这里希望看到一个偶像的名字。不是他们的王的意思，因为这就指着他们的王觉得很奇怪，指着他们的王去世的时候好像不太合适嘛，所以他们的翻译呢，我给你 NIV 的翻译好吗？ Those who bow down and swear by the Lord and who also swear by Molech 是他们的那个中文怎么拼呢？Molech 神是很就是很不好的神，这个 Molech 这个一个偶像的名字啊。他们用这个来翻译，然后呢 ，Tanakh 是美国的犹太人的英文的翻译本，他们说 by Malcom， 按照那个希伯来的音，他们这样拼音，把它当作一个专有名词 by Malcom， 他们也不接受这个王的意思。然后呢 ，New King James Version by Malcom， 他们也是不接受这个王的意思，把它。当作一个专有名字，一个偶像的名字。那和合本呢？刚才我们看的就是马勒堪，应该是他们认为就是一个偶像的名字吧。那你李真总啊，或者新一本啊，他们就是差不多这一类的翻译。对，我个人认为呢，在这里呢，翻译又指责他们的王启示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些人反正是拜偶像的，你看第五节前面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好吗，他们是拜偶像的，然后他们还提到耶和华的名字，他们自己认为还是敬拜耶和华，他们指着耶和华的名字来启示的，他们自己认为是拜耶和华，可是他们认为就是拜其他的神没什么关系，反正我是拜耶和华的嘛。那他们甚至指着他们的王来去世的，所以他们什么都做。对，我觉得不一定要什么马勒堪啊，或者不需要这样的专有名词的这样的名字。真的在召会里面，他们自己说我是基督徒，就是我碰过不同的基督徒。我过去在以色列读书的时候，一个欧洲来的一个年轻人，那时候我也很年轻。
问他说，我用英文来沟通，我说你的宗教是什么？他说我是基督徒。那我说第二个问题啊，你是基督徒，很高兴啊，我也是基督徒。我说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吗？他说哪里，他不相信，他根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那我说你相信神的存在吗？他说哪里有神，他不相信神的存在。对，有神。到底基督徒是什么事情啊？所以过去犹大神所拣选的这个国家里面，其实很多问题看起来是敬拜耶和华的，可是真实呢，他们不是敬拜耶和华的。你不能说我这个太重要，这个英文叫 religious pluralism， 你什么都接受，什么宗教的你接受，对，觉得没什么关系。这样的态度呢，神非常不喜欢，而且神一定要审判他们。在犹大中，神发现这样的人，让神决定攻击他们。我再说耶和华的日子，第二节开始，神提到这个他自己的日子，主的日子，会影响全世界的。人会受影响，那个地上的一切牲畜或者动物都会受影响。对，这个审判耶和华的日子从什么地方开始？神所拣选的那个地方犹大耶路撒冷开始。对，过去来说圣殿会受影响，今日来说教会会受影响，教会里面很多人没有办法避免耶和华的日子。过去西班牙这样的先知们，神的话，耶和华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接着耶和华的话来告诉以色列人、犹大人，将来有一天会耶和华的日子，你们要好好准备。对，神做一些事情啊，他先接着他的先知会告诉我们的。对，所以我们要注意听神在说什么。对，若你想知道神的旨意吗？好，大概圣经看看神怎么说。将来有一天是耶和华的日子，当然耶和华的日子有不同的概念，在这里呢主要是审判的日子。我们做基督徒呢，一定要单单敬拜耶和华，我们要相信耶稣，要好好准备这一天，这个是应该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做到的。谢谢大家。